基督报的读者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今天能够在这里来见证圣灵的这样全能。圣经说啊，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定得着能力，这是一定的，这是真的。现在就是一个圣灵的时代，只要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，渴慕圣灵，然后天天欢迎圣灵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透过不断的灵修读神的话，不断的祷告，不断的悔改，预备自己，然后领受圣灵。愿圣灵的膏抹天天与你同在，愿心流天天装在你的新皮带上面，使你不断的成为一位新人，在这个世代来为主做见证。祝福大家，谢谢。